欢迎来到出租老豆 .com， 请讲出你想要的老豆是怎样的呢？我很忙的，老豆啊，最好就不要成日烦住我那只。其实我一直都想要一个真正懂得关心我，可以带给我快乐回忆，会为我着想，在我有需要的时候陪着我的老豆啊。资料确实，我哋已经为你找到合适的老豆啦。咦？佢咪系？喂，我翻嚟啦。老豆。系啊，我买咗你最中意食嘅餸翻嚟啊。傻女，咩事啊？原来最好的老豆一直都在身边。